拍一下。哇！他就是整段都太保护自己，保护到我觉得他要出柜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们一直觉得我是 gay。我觉得这一趟最帅的是于健，因为他又会跳水，又会游泳。我这一次其实算是半游角色吧，应该算是吧。算是我们最帅的，因为所有在水上活动都看他。然后吃好吃，我很想跟他说，以下开放给记者触摸一下他的胸部。他有胸肌，我觉得动的。摸吧，摸一下，给一下啦。这段舒服。来，快点，拍一下。哇！你就把我脱掉了。这一趟让我觉得最讶异的，因为本来想说我们跟世元界都不熟，会不会这趟玩不起来？没有想到这趟玩最嗨的是他，完全是一个我也不认识的自己。那时候就是很怕说他回来会被经纪人骂，因为他很容易把话接一接，就会带往更厉害的方向。所以我们整趟的旅程都是黄色的。超黄的，每一个笑话都带有颜色。我只能说，在这一次的关岛，世元界终究解放了世元界，就接近可以出柜了啦，出柜了啦。不是，姐一直在节目当中哦，因为我有时候出班会想到，比如说打扮一下，还是要帅帅出去嘛。姐都会觉得我的很多的行为跟讲话举止很适合出柜。他就是整段都太保护自己，保护到我觉得他要出柜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们一直觉得我是 gay。你不是吗？我不是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黄色笑话跟你讲？不是，我觉得主要不是啊，有时候是他自己也会连接到，很奇怪，他可能出国解放了，你知道，他太开心，林莎弄一个甜点蛋糕，就把它剥开看剖面，他就笑了，然后喷到自己衣服，整件白 T 喷咖啡，都是咖啡，你要不要问他为什么？对啊，我真的是不好意思讲，为什么看到这样的东西？你看这个切开，然后镜头看剖开，他那个剖开的方式很像腿打开。你看，我们都没有人发现，这能觉得这能放在节目里吗？祖父真的压抑很久了。对啊，人家说男生四十岁只剩一张嘴，我觉得女生才是吧。还好我39，现在有在录。如果我都只剩一张嘴，我想你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了吧。你为什么林莎每一团都有参加啊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但是收视率上升啊。哦，还有流量密码。对，林莎在游泳池旁边一堆男生在看他。我觉得你最过分就是躺在他胸部上面。我们在那边吃那个牛髓汤的那家，就是那个酒，他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蹦出一句说：“我好想躺躺看。”对啊，就把头直接躺上去说：“原来是这种感觉。”我们两个就是哇，可以这样这么直接哦！为什么铺成一下直球、啊，然后就说要躺就躺哦，把我们怎么办？对，然后还一直跟我们炫耀哇！我们有啊！我们说那我排第三个，排第四个，然后就都没有啊。对啊，躺躺看嘛，我就不敢。